是我想说什么话，是我想听他说句明白话。家宝，你让他出来，他要是再不出来，别怪我不客气了。知道，你找我哥呀，无非就是想跟他说一些私情，这不是什么大事。私情就不是大事了，啊？难怪对面的赵小姐跳楼自杀，你都无动于衷。我看你们洪家全都是一路货色。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偏不让你见我哥了。有什么招数，你尽快使出来。你以为我不敢吗？别吃啊！跟你没关系，你躺着吧。我都已经跟你说了，你别管了。这还行吗？你再不叫他出来，我还炸！我砍断了给你们楼外楼做火腿。三哥。真够艰难的啊！千呼万唤使出来。我知道你来是干什么。知道就好。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当初对他有过承诺，也答应我昨天晚上去秋水坊见的。我问你人呢？你跑哪儿去了？是我不让他去的。这事跟你没关系。我昨儿喝醉了。你就拿这来搪塞我。我现在明确问你一句，你是喜欢秋水妹子，还是喜欢你现在的媳妇儿？回答我。我喜欢秋水，这辈子都不会改变。那我呢？我该怎么办？你是女中豪杰，但是秋水她是个弱女子。女中豪杰，对，我这个女中豪杰还不都是被你们逼出来的。明媒正娶的妻子，因为丈夫逃婚不得已跟小叔子拜堂，一个不被丈夫认可的妻子，夜夜独守空房，却苦苦为他守着这份家业。好不容易等到这个人回来，却整日视我于不见。外边这些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些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为了换回真心，我可以忍，可
可是我没想到，今天一个外人竟然拿着刀逼着我的丈夫让他娶另外一个女人，更没想到我的丈夫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另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承诺。 你们到底置我于何地？女中豪杰吗？女中豪杰不屑于你们这种以死相逼的手段。今天在这儿，我就了结了自己。哎，等等，春生。 可以换你一丝不忍，我又何必忍之于此？三哥，归根到底这是我们的家事，在这儿聊不合适，我们到后堂去给你包扎一下，我们慢慢聊。我跟他去，你刚才的问题。 杜大哥，杜大哥，你的腿，你腿怎么了？杜大哥，这腿是怎么了？别问了，真该死，就这么点事我都没替你完成。 真他妈没用！我杜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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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这样！你对我的好，我都心里。要是你这样的话，我会看不起你的。秋水，这么美丽漂亮。 心底有善，什么样人找不到？听哥，这个人不值得你留恋，往后忘了。他要是有你这么一颗心，那该多好！ 就回来了，秋水姐她身体有点不舒服。啊，不舒服？秋水，秋水姐，水给你倒好了，我就先走了。 秋水，怎么了？有什么话想跟妈说吗？是不是你听谁说了些什么呀？啊？好，好，好，你不想说，妈就不问了啊。那，你自己先躺会儿啊。客官，请慢走。
然名不虚传，这墙上全是名人的字画，真棒。二位是来吃饭的吧？没错，顺便来看看你们这儿的字画。你是掌柜的吗？我不是，女的哪能当掌柜呀？那可不一定，宋朝穆桂英还挂帅呢。当掌柜的是我二哥。听说你们楼外楼有一间书画藏室，可不可以让我开开眼界啊？这个啊，我得先问问我二哥。这样吧，你们先请坐。行。我给你们找个包厢，你们先点菜。二成，拿菜单过来。好嘞。给这两位小姐点菜。那我去去就来。嗯。马蕊，我这肚子饿得像癞蛤蟆似的，呱呱直叫。我们先点菜吧。行。哎，哥，我找你呢。楼下来了俩姑娘，拿着相机背着画夹，像是位女画家。对了，还嚷嚷着说要看咱们家的藏画。画家是潘玉良还是陆景兰？哎呀，你先甭管他是谁，我给安排在包厢了。听说二位就是上海来的女画家。你就是楼白楼的掌柜啊？正是。你好，我叫马蕊。我叫洪家宝。那这位怎么称呼？他叫胖胖。你好，你好，我是胖胖。你好，胖胖。哎，我姓甚名谁不重要，不过马蕊小姐可是位女画家，在上海赫赫有名，举办过个人画展。哦，当然，只有六幅。我说的六幅是印象派风格的。哦。那我孤陋寡闻，还没听说过。嘘。听说楼外楼以文兴楼，收藏了不少字画。是的，我本人呢也喜欢画画，不过呀，水平有限。真的吗？别扯远了，马蕊小姐没在问你的画，她是在问你们的藏画。哦，那可不可以先让我看看你们画的画啊？请便吧。谢谢。这画画的还不错，但是没看出来画的是什么景物。外行，你没长白内障吧？那明明画是西湖日出，中间的蓝的看见了吗？是艘船。那三座宝塔就是三潭印月，懂吗你？这潭怎么变这样了？啊？你笑什么？我在笑胖胖说的话。行了，不和你多做解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藏画？啊，马小姐，看我们家的画啊是要提前预约的，而且呢，这一般人啊也不能随便看。我们马小姐是一般人吗？你怎么能说话呢？你？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楼外楼的规矩，而且那些画啊也非常的名贵，要不然我们改个时间预约一下。珍贵啊，值多少钱啊？我不白看啊。我付钞票给你们。我们楼外楼是以文兴楼，以文会友的地方，不是拿钱看画的地方。什么西湖醋鱼啊！啊，酸不拉几的，难吃死了！还有这笋边虾仁，你能跟钢鞭似的，是笋吗？啊，这宋枣鱼干，鱼呢？鱼都看不见，还山外青山楼外楼呢，白瞎了这好名字。胖胖，走人，我们不吃了。走。姑娘，等一下。等一下，姑娘。嗯，刚刚那桌饭用不了这么多钱。留着吧，人在江湖，不能这么小气。哥，你怎么把人家女画家给惹生气了？女画家？哪有女画家？那那儿呢？她呀？啊，她是女画家。她要是女画家，那你也是女画家。那女画家呀，比西湖上的鸟还多呢。干嘛带上我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好点儿。我对你还不好吗？
我说你是女画家，我都没说你是鸟。你哥，秋水姐，阿姨已经把饭做好了，你起床去吃点吧。你怎么了？都躺了一下午了。秋水姐，你别难过了，我扶你起来。阿姨，阿姨，秋水姐病了，我看看。怎么？哇，怎么那么烫啊？快，快请郎中去。好。秋水，秋水，你说句话呀！啊，你看看你把自己都憋坏了，你这不是让妈着急吗？啊！妈，您不是说我是产老大的女儿吗？那年中秋节，你被洪家赶出来以后，朕遇上暴雨，石运河上的产老大收留了你，之后你便有了他的孩子。这些都是我骗你的，我就是不想让你跟洪家有任何牵连，我恨他们。我是万不得已才把真相告诉了大少爷。秋水，你是洪家的人，可你却没有洪家的命，这一切都是我造的孽。要恨就恨我，要诅咒你就诅咒我吧。那个孩子，妈给你撒的这些谎不为别的，我就是想好好的保护你，妈，好好的保护你。哎呀，范姨太。哟，这不是赵大律师吗？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一言难尽，杭州那边我待不下去了。那边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的天下，关键是楼外楼的大少爷，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功臣，他回到杭州去了。范姨太，你还记得吧？当年我撮合你买楼外楼，要给你盖个别墅，我就为了这个，把他们彻底的就给得罪了。赵大律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您就暂时在这上海住下了。上海不是革命军的天下。特别是这法租界，国中之国，有我罩着你啊，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那倒也是，不过杭州嘛，我是早晚要回去的。不如这样，我去帮你找杜月笙，他可是通天的人物，杭州肯定不在话下。这是我的名片，按照上面的地址就可以找到我了。哎呀，好，谢谢，谢谢。哎。这人要是能混，走到哪儿都如鱼得水。哟，你们两个，我来上海办点事儿，顺道想来看看你，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够义气。刚才那个女人，三姨太吧？除了她还有谁呀？听说于都军逃到日本去了，立刻转了向，法租界巡捕房找了个头。哎呦，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您还记得我吧？京都大学，哎，我在学校的时候你来旁听过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赵天宇。对对对对对。啊，记性好，何先生记性真好。何先生啊，我现在是一名律师。哦，好。哎，我记得那会儿你跟我说你不是在杭州。你们跑上海来了？哎呀，一言难尽，何先生，我现在呀、啊、是一个落难之人，今后有什么机会，还望何先生多多提携。小意思，小意思。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事情，跟我联系，啊，小意思啊。谢谢，多谢多谢。知道个谁吗？谁呀、啊？他叫何赞。
现在在上海滩，商政两道，游刃有余，尤其是跟日本人做的生意，那更是风生水起。哎呦，赵大律师就是不一般，到哪儿都有人脉。总神爷，无心莫怪，无心莫怪。丁未年，庚戌月，戊日寅时。杜大哥，这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是生辰八字啊。这个应该是哪个孩子留下的胎毛？秋水，这会不会是你的生日？要不这样，咱们到街上找个测字先生，让他给你看看。丁未年，丁未年是清光绪33年，庚戌月。戊午日是农历9月30日，距今正好20年。姑娘，这应该是你的出生年月吧？这头发应该是你出生时你娘留给你的胎毛啊。等等，你是说9月30日？不对，那我娘怀上我的时间就应该是在前一年的11月份。可她跟我说。他离开洪家那天是中秋节。秋水，什么意思啊？你都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你跟洪家有任何牵扯。我恨他。就因为您恨他，所以就毁了我的感情。即便你进了洪家的门，结局照样和你妈一样，照样会被他们逐出家门。既然你都知道了，你可以重新做选择。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跟洪家大少爷再有什么往来，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山板借我用一下。楚人爷，爹爷，你带我走吧。还没吃饭吗？吃什么饭？我要见你哥。我哥腿脚不好，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吧。我腿脚也不方便，我都跑这儿来了，我必须亲自见。找我什么事儿？兄弟，麻烦你啊，泡壶茶送到我这儿去。哥，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又怎么了？秋水不是洪家人，是秋水妈编造出来的，你知道吧？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是问你，你拉秋水妈跟她说了些什么？你怀疑我跟秋水妈串通，一起来骗你吗？我也不愿意这么想。但事实，这就是个骗局。
你的意思是，这场骗局是我设计的，在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没错，我是去找过秋水妈，请她来帮我，但是我并不知道她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你。不过我知道，在你心里，永远都离不开秋水，所以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去找人说媒，把她娶进洪家，做你二房。你。做吗？你不是疯了吧？他要是进了家门，那可真是引狼入室啊！你下去吧。喝口水吧。姐，你这么做一点都不考虑后果吗？林城说：“男人要是纳了妾，得宠的一定是那小的。”你不用替我担心，秋雪的性子是不会跟人做妾的。我明白了，您是在唱一出戏呀、啊。秋水妈，您怎么又来了呀？秋水妈，能让我们进屋说话吗？进来吧。秋水妈，是这样，我们想跟你跟秋水啊商量点事儿。大少奶奶呢，心胸宽广，心地善良，她主动提出来，想让洪家大少爷娶秋水为二房。那你们想让我做妾？秋水，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说吧。我是觉得。你跟家柱这份感情来之不易，两个人就这么活生生的被分开，也确实有点可惜。如果你不介意，能认下我这个姐姐，我们可以姐妹相称。是啊，秋水，大少奶奶人家诚心诚意的啊，来，过来看，这些是我让他们准备的聘礼啊，天上的月儿呢，要一对儿，两面圆镜的。浮云药四两，四盒擦脸粉，这个看见没有？这个梳子是牛角做的。这些聘礼你们拿回去，我只留下月亮和浮云。秋水，听我说。杜大哥，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是不会跟人家做小的。秋水，你我姐妹，大小只是个名分。你不必介意，我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你要是嫁进洪家，以后就不用一个人在西湖的风浪里求生，而且我也可以跟你保证，在家里只要是我有的，你都可以有。大少奶奶，你以为我喜欢大少爷，只是为了跟他过好日子，进洪家图个吃喝？您错了。好了，你们都走吧。秋水，你先别着急回答，再想想啊。行了，秋水已经回答你们了。洪家的门槛实在太高，我们是迈不进去的。你们请回吧。等等。把你的东西带走。秋水，秋水，早都跟你说过这法子行不通的。家主要是肯娶二房，秋水要是肯做妾，他们又何必等到现在啊？说什么都不行，我腿上这一刀不能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呀？让我想想啊，我这么智多星的脑袋，不可能想不出别的办法。
秋水姐，那个李春贤看着挺贤惠的，而且也同意你嫁给大少爷，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就因为我爱大少爷，我才不愿意嫁给他做妻。我不想两个女人去分享一份感情。一场爱变成了浮云，一片浮云。二弟，都过了饭点了，怎么还在这转悠啊？嫂子，我这个掌柜的不是快卸任了吗？这一晃好几年都过去了，要不干了还有一点舍不得。那就继续当着。不，我哥的伤啊也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他才是名正言顺的大掌柜，我呀还是去上海学画画。前几天我们的好朋友范德池已经跟我说了，廖永志已经从法国留学回来了，上海美专的院长刘海粟先生要请他去任教，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好朋友就可以在上海相聚了。真那么喜欢画画啊？这做生意啊，我就是赶鸭子上架，我的天赋是艺术。也好。啊，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西装革履的，见面还来一拥抱，洋人做派。要不是你大哥把楼外楼甩给了你，你还不跟我一样吗？哎，咱别光站着说，找个地方把肚子填饱了再说啊！走走，来来来，这边。你把这个收好，旁听证。太好了，那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上海美专的学生。廖兄，真是太感谢了。哎，跟我你还客气。对不对？话说回来了。这是刘海粟校长特批的，他听说你是楼外楼的小掌柜，所以啊，才网开一面。还有这事儿呢？啊，对了，刘校长啊，去过咱们楼外楼吃过饭，可见咱们楼外楼那是名声在外呀。哎，不过你看看这个，上边有篇文章是关于楼外楼的。楼外楼店大欺客。洪掌柜趾高气昂，西湖醋鱼固然美味，但掌柜的却酸气十足。纯炉之思确实是颇有意境，而掌柜的待客之道却是十万八千里。这谁写的呀？这不是欲加之罪吗？你看看，你看看谁写的？马蕊，马蕊，马小姐，看我们家的画是要提前预约的，而且呢，这一般人啊。也不能随便看。什么西湖醋鱼啊，酸不拉几的，难吃死了！还有这笋边虾仁，你能缸边使的是笋吗？这个马蕊啊，是我美专的学生。哎，说说吧，你怎么把人得罪了？谈不上什么得罪，他到楼外楼去吃饭，要看我们家私藏的画，我没同意，这肯定就是怀恨在心，打击报复。不过看他这架势，应该是有什么背景吧？哎，真被你说着了。他是上海棉纱大王马新来的掌上明珠啊，啊，也是我美专有名的小辣椒。啊，原来是个富家女，受不得委屈，所以拿这个出气欺负人。啊，对了，他最近呢有个画展，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有来无往非礼也。那我得去好好给他捧捧场。这画好吗？这完全也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呀，没形，根本就没形啊！哟，这不是楼外楼的小掌柜吗？啊，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这个小掌柜啊，是抱着极大的期待来观摩一下大画家的作品，我想要一饱眼福，未曾想呢，极度的失望。廖先生，您跟他认识啊？啊，我杭州的故友，哎，他也喜欢绘画。啊，不错，拿烧火棍的手能拿笔啊，本身就是一种壮举。至于会不会鉴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美玉都有改善精神病症状的功能，更何况小掌柜你是个正常人呢？你是在讥讽我吗？你又何尝不是呢？这绘画啊，本来应该是百家争鸣的，你应该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但是你呢，听不进忠言，那算了。廖兄，咱们走吧。请。告辞。啊。飞罗飞马快兮兮，舟船貌似海市蜃楼，山水恰如一团乱麻。洪家，你呀，小心眼儿。你们两个也算针尖对了麦芒了。他确实画的不怎么样，我这叫来而不往非礼。走，玉红。这椅子像龙椅啊，哎，可真够气派的。哎呀，老子又回来了啊，只要坐上了这把交椅，那就掌握了说话的主动权。有的时候啊，笔杆子可是胜于枪杆子。我早就掐算过，你在上海滩肯定有贵人相助。走开，马后炮。我落难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呢？我那时候要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会说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野兽派啊，来来来来来，各位同学，大家来看看我们小掌柜的作品。常言道，画鬼容易画人难，可是我们小掌柜啊，却是个画人小能手。看看这腿，一条长一条短，他要是能站起来，一定是个瘸子。再看看这臀部的线条，蜿蜒崎岖，坑坑洼洼像锯齿。谁要是娶了这个女人呢，一定蹦皮开肉绽。我说小掌柜，你在家开酒楼开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过来丢人现眼呢？各位学兄学姐啊，本人啊是初来乍到，让各位啊见笑。不过凡事啊都有个开头，以后慢慢就会好起来。倒是你，要让你做饭做菜的话，糖和盐你都分不出来。看看看看，半句不离老本行。我们俩是在聊艺术，居然跟我扯到油盐酱醋去了。笑吧笑吧啊，笑一笑十年少。你呀、啊、别把下巴笑下来，笑下来了没人给你安上。小掌柜炒菜去喽。拜拜拜拜。这家宝啊，真是的，大过年的也不回家，心不知道野到哪儿去了。母妈，这都得怪您啊，您非得在信上跟他提相亲的事儿，不能不有思想准备吗？哎呀，人家聚丰园啊也是个老字号，那姑娘长得又俊俏又明理，一看就是一个帮夫相。这是您的看法，现在都民国了，新文化主义提倡的是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哎，您啊千万别再干这种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了。我怎么包办了？我不是让他回来相亲吗？您这相亲吧都带有强迫性。哼。
同学，怎么了？啊？是不是要生了？春姐，怎么了？哎呦呦！快快叫接生婆！进来吧。哎呀，叫他什么好呢？今天是小年夜，外面一直响着鞭炮，叫他响声吧，响着鞭炮声的。响声，这个名字好响亮啊。这样吧，为了庆祝我儿子的诞生，明天我们在楼外楼大喷施粥，赈济那些无家可归的平民百姓，然后啊，再支出一笔钱，去资助钱江一度。是，这么大的喜事，是要破费的。好，小姐，你看这屋子让你这么一弄啊，显得真是喜庆多了。哎，马蕊，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谁啊？是灶王爷吗？是那个小掌柜。穿这个大衣，缩了个头，胡子拉碴的，哎呦，在那画雪景呢。这大过年的，他不回家吗？他要是回家了，还能在这儿。那他在哪儿呢？哦，就在乍浦路学校边上。是你呢？我们是无巧不成书。哼，我看我们俩呀，还是冤家路窄。南天北仙，东拉西酸，人间的烟火名一世为天，家常便饭，柴米油盐，一粥一饭，感念天地恩典。山外有山，楼外楼，美景佳肴，醉了多少俏丽豪杰。红尘滚，烟云起，天地下哪有不散的宴席。春晓的长堤，踏雪的断桥，茫茫人海，谁是我？地老天荒的情北面，五味俱全，人间的烟火名一世为天。悲欢聚散，温饱饥寒，苍生甘苦，时时挂在心间。山外有山，世间苦辣酸甜，难道一好儿难，只为那丰衣足食过太明。
钟鼓，三潭的明月伴我穿过千难。